新闻一开始来关心，即马真侪民众介意收藏两片顶树木做诶文昌笔，因此哦，福兴乡公安二月份开始有一挂较偏僻诶墓园，内面所栽种诶两片树，拢互贼仔错当哦，摕走树枯，而且是分批来找哦。一名单身民众诶家族墓园哦，就连续风头错十八丛树龄哦，讲拢伫咧四五十丛诶两片树哦，因此是气甲呢大嘛，贼仔实在是无天良，会有报应诶。警方目前也在这个侦办当中。墓园内面一丛一丛两撇树枝、草搭倒伫土卡。陈志成森林墓地内面原本有十外丛真青翠的两撇树，但按过年前后开始，就陆续被人偷错。哎呦，37年前吼，啊有种吼这个18丛这个龙柏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迄当时种的时吼，迄、哦、这个就差不多有一丛悬哦，一丛悬就超20多年了。哦啊，所以到即马变作在40多年，啊，在这个过年前，吼、哦，有那个12月18，哦，去往偷错四丛去，啊，就去福兴分局所报案，啊，隔日又过四丛到八丛，啊，八丛的时啊，讲啊，既然八丛落去了吼。哦啊，也未看哩咯，啊，所以前个也无过来看，到过年过过来的时啊，全部拢无半丛咯。两片对金箔直接被记断，唔呐，家族墓园边啊墓园的两片毛红记断偷摕走的痕迹。墓园的这个吼龙柏树吼，当作因家己吼林场吼，向无本的来采取，啊去做因的无本生意安尼啊。被偷摕走的十多丛良品，至少拢超过30年的树龄，真珍贵。那是贼仔摕去做文昌笔，但志成大妈安尼敢有效果？那位墓园哦，摕去的文昌笔啦吼，做起文昌笔啦，这个怨气啊，会带去因家，吼，会给因家吼带来凶的这个无好的运气啦。福兴分处所目前也来锁定疑似嫌犯，强调未来将会加强巡逻，防范窃案再次发生。调阅周边监视系统，掌握特定车辆，将以车追人以及并加强夜间公路巡逻密度，并协同进入公路周边工厂、厂商调整监视系统镜头，一律监控来往车辆，以防止窃盗案再度发生。风机落来，树枝就安尼倒伫枯卡，草搭的草搭，规个树枯早就看无。虽然第一时间民众发现了后，马上报案，但损失的珍贵老树嘛已经无法度转来，对祖先嘛真歹势。大中华新闻林君福兴采访报道。